继续继续，今天刚好买了个刘备，今天刘备也是重做归来，看有没有机会抢到刘备射手。刘备，我不是买了刘备啊，怎么找不到刘备啊？奇了怪啊！啊，刘备定义为战士啊？你不是定义为射手吗？我这个出装没选，算了，我就选这一套吧。刘备、孙尚香又是两口子，我操！你们要不要这样子？全部又是射手。啊，这个忘记改了，先换个综合的吧。走你。想练练，哎呀，我有皮肤，哦，这个皮肤是以前活动送的啊。三个法师，两个射手，不，三个射手，两个法师，我错了。那有玩环打的，对面有孙悟空，哎，东皇太一。原来刘备是定义为战士啊，不是定义为射手啊。一笑泯恩仇，居然还有嬴政。两口子上场是吧？看看能不能打得好一点。孙尚香还没有皮肤哎，希望什么时候孙尚香来个活动，再抽一个皮肤。出发！命运什么的，逃避的借口。打完这个，等下去打排位啊！突，再突，再突！这体验服已经提前体验了那个刘备啊，新刘备。就感觉刘备打也挺快的，但是我怎么这边感觉好慢？再来一炮！我们三个火枪手，两个法师，死猴子。把他们的红给抢了吗？是的话，我就去他们家抢野打野算了。换东皇太一过去了，啊，冲上去他们家打野。那他这边都打光了，他们家清野速度这么快，超乎我想象。先不打，暂时没有那个惩戒，要惩戒带一个撸他，不行了，上路肯定难走了。那两个射手上去，就是啊，要上去一个射手，马可波罗要上去一个。我是负责专门打野的，我们夫妻俩不是吧？是。刘备夫妻，刘备孙尚香夫妻俩。作死。还敢来！我先走了，捞不动了，感觉这里位置不行，这个位置不行，一路追下来。
这里应该可以了吧？孙尚香保护我，没蓝了，我还没血了嘞，你没蓝。现在的刘备是向前冲啊，以前的刘备往后退啊，往后退感觉很尴尬啊。要是什么时候把韩信也改成往前冲就好了，省得搞得那个技能老是颠倒人家的方向啊。我可以去打龙嘛？以我这种专门打野的打野出身是吧，千万别把鲁班撸下来，那我先把这头龙打掉的是吧。靠，猴子来了，好捞的，被他这样子被他抢了，好不甘心啊。真想搞死这个鲁班，就那么丢丢血。我们应该绕到后面去。快跑！露娜教你了，还好我这个二技能啊、一技能啊什么的都是加速的吧，向前冲，所以说追基地的时候也有用是吧，逃跑的时候也有用，相当于两个加速啊。而且二技能撞到人还能把人撞晕是吧，亏了一只龙，这猴子能到处乱跑啊，真是烦死了，不按套路来，打乱我的那个打野套路。先多打一点野吧，把我的那个打野刀等级升高一点。先看看状态啊，算了，不撸了，先继续打野。认输，哇，才这么快认输，我还没打爽呢你们就认输。看他来就人家就打认输啊，点个赞。